世代的传承，港犀牛遇见红叶。小选手们充满活力的化虾，暌违45年，今年4月再夺全国少棒联赛冠军的台东红叶少棒队，一联集团特别招待这些小选手到义大世界3天2夜来趟激励之旅。当然啦，集团中的职棒球队义大犀牛也派出由华东出身的原住民球员林英杰、郑兆航、郑达宏跟小选手们见面。难得看到职棒球星，小选手眼睛都亮了，还献上一小段表演。而这3个大选手也以一小段原住民舞蹈回礼。打球是一条很艰辛的路，当然在打球里面可以得到很多的快乐。我是要跟大家讲说，假如要打球的话，就要很认真，然后要很坚持。当然，输不要紧。而今天小选手也将到高雄澄清湖球场看犀牛队迎战拉米狗桃园队。动新闻，开心打球，享受棒球，报道。